是这一巴掌让远景再也忍不住了。尽管左腿中枪，男子倒坐在地，嘴巴依旧硬得很。大陆广西南宁，这名男子因为酒后行动不稳，在 KTV 大厅跌倒，怀疑保全嘲笑他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。我们凳子，因为一个喝醉了，坐凳子没坐住，完了就是倒了。保安呢？我说你不扶一下我那个摔的人，还在那笑。警方赶到现场劝阻，男子不但不听劝，还出手攻击远景，挑衅的结果换来子弹一颗。另一头，山东济南这个长发女子酒后驾车，连撞好几个护栏，一根钢条直直穿破宾士车窗，被交警拦下，态度令人哭笑不得。我所有的护栏。所有的畅车我都来处理，因为我确实酒后驾驶了，我都来承担，传递城市正能量。不止大言不惭说传递正能量，交警录影搜证还一脸不在乎的面对镜头比耶，更不配合吹气酒测，最后只能被强制带回警局等着接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